开车看偌济啊。啊。还喘气啦。好啦，他有准备了，好啦，都有准备。等一下，马上来。等一下。上海停工，等下心情怎么样？啊，是我压力大。那爸爸那就烦恼了，一个感觉，很大的。我阿叔是大人嘞，阮爸爸一定讲一定烦恼，今仔就讲。袂啦，阿都，阮都三礼拜都到病房啊。出这个普通病房，我三礼拜就来啊。我年龄前伊就到病房，我从前日间去看病房，我七一礼拜就到了，很顺利啊。啊，特别借这个机会，感谢着咱长庚医院啊，陈少龙陈院长啊，还有所有这一次参与换肝移植手术的。现在医护人员大家非常的辛苦啊，家谢谢机会啊，特别感谢就讲啊，咱这啊院长还有所有长庚医疗体系参与这一次啊，帮我甲阮囝啊，这个做移植，这个移植肝脏手术，会使讲非常的成功吼。特别感谢院长，甲所有的这个相关人员，吼，啊，感谢着咱各界的这好朋友，吼，啊，感谢这亲情，吼，啊，各位大众，吼，啊，就是讲，啊，嘛爱感谢恁这个团队，吼，这辛苦，吼，啊，互恁担遐久，啊，这个车。十点外出，啊，到这路程差不多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非常的感谢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伫这个啊，将军挂检查，吼、哦，这沟通的时间，吼、哦，人讲也算讲后转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最后会使讲呢，应该是十分钟，包括讲啊，食到亲戚甲朋友。我甲到病房都敢来用私信啦，啊十分钟尔，所以这一点呢，让大家提示一下吼。所以讲，刚刚是啊，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就是讲啊，就是啊，咱的这个，我朋友啊，遮多亲戚较多，啊阿伯吼，啊大家伫咧。一个好天气啊，生活过程、生活作息，大家会使讲啊，完了吼，尽量莫遐拼命吼，反正完了超过也十年，啊，所以会使讲呢，吼，啊，一直啊，啊，这廿十年来，这个肝吼，照顾了无好势，无效果，吼，所以讲这个是一个警讯，啊，完了甲大家分享，吼，所以讲啊，啊。咱一家嘞，吼、哦，不管是啊，这个研发人员团队也好，啊，人力人吼，人员团队，吼、哦，还有在场这乡亲吼，啊，甲亲戚，啊，咱市长，吼、哦，市长啊，咱的委员啊，足多足多吼，要讲讲多些话，唔是三两句就讲了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嘞。而且，阮爸仔囝，啊，阮爸，哦，人家感谢所有的亲戚朋友，感谢各界的关心，再一次感谢我们啊陈少龙陈院长，哦，啊所有的医疗团队，哦，感谢他们，谢谢。好，等我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哈，等一下。请。非常是他能讲一下的。